102年5月24日，陈柏欣教授返美前两天，特地来到宜兰人文基金会。陈柏欣教授这次回台，针对台电欺骗国人的电费计价方式，以及长期丢电的事实，都进行了实地了解与调查，并且在返美前，将这些重要资讯和所掌握的台电内部资料，全数提供给用生命推动飞核家园的宜兰人文基金会董事长陈习南。我们发电是有特别说，这次本单的话，发电是他前面单的，啊，后面是用电的，不平衡就不能单的了。这所谓平衡的观念，就用电花电跟用电，大家最去平衡的，所以这是我们基本认识的。啊，如果核电在台湾的发展，就是因为它是没挖到关机啊，都100%发电的。这除了第几八行以外，它都在发电的。这已经30年，对台湾的但就是绝对不是0.3G啊，我们人都会老了。那设备现在是绝对不是可以承受0.3G 的结构啊，0.3G 是30年前的结构啊。为了促使台湾人民对电力有更多的认识，宜兰人文基金会董事长陈习南也邀请国内飞核团体主要对外发言人与知识传播者，筹组国内飞核智库智囊小组，并且由国际电力学泰斗陈柏欣教授亲自为前立委王图发、核工专家贺立维以及飞核家园大联盟执行长李卓翰传授国际电力学实务。你们三位都在媒体上面都现在这分量的，所以希望跟老师这边的国际惯例跟我们谈的状况，让老师了解。啊，第二段是录电价成本，第三段是录台电丢电的部分，第四段是录再生能源，因为如果核是运转以后，再生能源就永远起不来了。陈柏欣教授针对台电电费计价错误、台电丢掉3个核能电厂发的电，以及风力发电现况、天然气发电的趋势等4个面向进行说明。长达数小时的知识传播，陈柏欣教授提供充足的电学知识，以及挖掘台电状况百出的弊端，希望台湾飞核团体能够从现有的问题揭露台电算假账、真丢电的错误行为。